有那个沙威金诶。他们打的。哦，他们打。不是你的吗？啊？沙威金。那好。你手的都做完了。没有了。
要培养。就是因为对啊，你这样讲，我跟你说为什么屁股压着后面这样。你跟我妈妈说的、不好意思，我挡到你们的镜头。没关系，你说。你说我刚说的。你刚说的，我右边怎么样？我不太。阿妈现在比较不会注意到右边，她部分头转到中线就不再转过来了。不管是你在这边还是我在这边，应该不会是因为我坐在这边的原因。是因为她的脖子没有办法转了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她其实可以转，但是主要一方面，因为阿妈现在有那个食指的关系，没有办法确认说是哪一个。可是总的结果来说，就是她不太会去注意到右边，有可能是视野的缺陷，因为中风的关系，可能会有视野的缺陷，可能她看东西只看到这边，好、这边东西都看不到，有可能。可是应该还好，你看她如果有人来，她就会去看到。第二个是，所以她还是有转过来吗？还是可以，对，有转过来。第二个是，她。中风之后有可能会有忽略的情况，忽略的情况，哦，忽略的情况，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点点啊。现在，谢谢你们哦，拜拜，拜拜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。所以呢，平常尽量可以的话，平常尽量可以的话，在阿嬷的右边跟她讲话，在右边讲，是慢慢来没关系。那你是右边吗？看不到，所以要提醒阿妈多多注意右边，因为我不希望到时候她就只注意到左边，这样两边她都要注意。她是不是要过去？要过，要用这个。哦，那我们要把这个留给她。是。没关系，我先讲，等我一下哈。所以我们尽量在阿妈的右边跟她讲话，让她多注意到右边。平常也带阿嬷去看她，比如说每天带她去检查她右边的手有没有伤口，有没有受伤，好，因为阿嬷现在右边感觉多少会有点缺损，没有以前那样好。嗯，比如说可能我碰她，轻轻的碰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，可能要相较于左边啦，可能同样的力气右边可能不会造成她的感觉，有可能哈，所以比如说不小心如果去撞到碰伤是他不会去注意的，所以每天就带他自己也可以检查他自己的手，去检查有没有小受伤这样子，他自己也会对右边比较有感，比较有意向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好，先这样子，哎呦，来，阿妈，我们到桌上，到桌子那边了，好不好？我把这个拆开来哦，2 3 4 5 6 7 8 9
果可以的话，就多跟阿嬷讲话。哦，一方面，现在阿嬷有她之前在医院的时候就有流口水的现象了，就会不自觉的滴口水。之前在医院就有了。哦、嗯，在第二次中风的时候才有，因为我在病历上有看到、嗯，那就是到现在都还有。所以平常多跟她讲话，一方面也是训练她嘴巴附近的肌肉。嗯，哎、阿嬷小心哦。